没错啊。该告我像是一个干什么的？白马会所。啊，黑，没有什么权利说别人黑。老太太啊，一回头，嗯，瞧见了我。老太太眼神够好的呀。其实那我来说啊，我真实的工作啊，我不是一个说相声的。你才发霉了呢。是我爸张飞，我妈李逵，我出生在煤堆。对 对, 对，我爸张飞，我妈李逵，娘们爷们干什么呢？刚下去那人是二哥，小伙子有特点，长得黑。太黑了，太黑了。你说二哥不黑？不黑，不黑。不就黑点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黑点又不是我的错啊，能怪我吗？怪我，怪能你们这么白？